摔倒了，他在示范起身吗？地上打滚，只有教练做得到啊！他往正后躺就可以往正前方爬起来。教练要不要再躺一次？你刚刚有没有看到？他起来的很顺呢。他教练呢？对啊，所以我说只有教练才办得到啊。这个角度等一下右脚先穿，先穿三下脚。这次 Family 偷懒了，他全部都只开左边三条，右边都不开。而且他们现在全部去搭车，不知道反正没有，他们搭下面的车，不是搭上面的车。大喘气，速度快啊！教练的棒棒掉下去，这是四支三，他们同一班的吧？这两个让他们前面，这两右边那两个，他们同一班的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他的名牌要掉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什么叫哦？不同进度的。看他们的行为模式就是，好急哦，冲过去。水珠是结起来的，就是零度左右啊，但是太阳一出来，我觉得是零度以上。今天肯定我们滑到中午为止是小暖，但是没有昨天暖。哪有？刚整个路都在唰唰唰的。但是那个唰唰是鸭血唰，还可以、啊。那就滑一次这个红线，就去沙尔山啦。对啊，去沙尔山了。然后顺便观察一下昨天那个磨出一堆土来的地方有没有被压扁了。嗯，先在山顶拍个照吧。有在拍哈？哎，我们都有开啊。嗯。你已经是，你现在反而大太阳穴，你这个眼睛。嗯，要说你买错吗？也没有错啊，这个视线不好的时候很好用。对啊，就是视线，但是你也，我这个视线不好，我也看得见啊。
啊，我们原来那种视线不好也看得见啊，看不清楚。对对对，比较看不清楚。对啊，那你还说，你刚刚还要说我们以前也看得见，我就是以前的看不清楚，我才说我要买。我这个是更解析度更好。但是你这个大太阳，我就觉得你这样会眼睛会受伤吧，太亮。但是它还是有基本的啊，紫外线都被隔掉了。看眼睛不会觉得刺吗？不会刺，会热。那边会有热热的感觉，这是唯一的问题。就是紫外线隔掉了，但是红外线还是进来了。对，没有啊，他开三台。对啊，三台啊，上中下都有。但最快的这一台，另外两台都是 Romance Car Chair。有点冷呢、欸。现在的气的温度，气温可能是零下，然后等于山顶有没有温度计？哦，那为什么今天天气好小，四小时不开？因为他那里的雪不够他开，他那里的雪可能原来就不多了，然后那个温度下可能最后都变成土了。土？哎、欸，你记不记得四小屋有两小段？平常雪、啊、平常雪多的时候就是土多，就是那里很多人很爱在那里刹车，就是在那个岔路去东莞山之后的那右半边那个坡，那里就是平常土多。哎、欸，那里有一个人，你看这一个人，他摔倒了，是吗？他倒停下来吗？对啊，他的膝盖蹲着上半身这样就一路下来了，慢下来了。应该说这是冰面吧，万一我摔倒了就是这个下场，停不下来，因为没有雪，所以我没有要滑黑线。对啊，嗯，这样子的话会出问题的，是我觉得会是我的背包。我本来想说外套给他磨没关系。哎，我看不出来我在充电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有，他现在是插头符号，很好哎、欸。对啊，而且他没有差出多少血来。我看我连红线都会紧张。嗯啊。应该不会啊，那边应该没有多少滑过，还是面条雪，享受一下。面条雪，对，怎么回事啊？哪里？刚刚都土啊，这个土啊。嗯，而且竟然有人试图滑这边，傻傻的，就是并没有多好。哎、欸，有小脚印呢。这里的草比较好吃吗？他们喜欢的。我觉得是不是这里的野生动物比较多？你在哪里比啊？因为之前，对啊。从这里啊，烧鹅山什么的脚印啊，甚至于看到兔子啊，而且也有人说在这里看过猴子，就是这里的开发比例没那么高，所以动物比较多。你还问他们有没有看过小雪雕？没人看过。可是要拍照。好像要朝右边，我不想去右边，我觉得很那个。那算了，就在左边吧。你往右点点拍一下。嗯，那你去拍，因为这样还要，欸，小推回来，好像还可以，那就去啊。推一下下，哎呀！走不过去啊！哎，是不是云海？赶快去烧鹅山呐！哎，这个面条是硬的面条，刮不开，太硬了，太硬了。而且那边还在雾里面呢，
昭和山我们的拍照点可能连云海都拍不到，你有没有看到那边？只有这里拍得到。我亲眼看一个人，你看，我拿这个这样刮，刮不掉。没有，这个面条也刮不掉，是冰的面条，所以糟糕了。扎得下来的啦，怎样？好可怕啊，声音。只有声音可怕，但是你不觉得从头到尾速度都这么慢吗？其实这里还蛮适合练我讲的那个。哦，好啊，我不用练啊，我已经会这样了，我只是在做给你看。
是不会让它坏掉啦，是不会让它坏掉，只是我有脚底按摩的感觉，脚在震动，对啊。哎，教练就不理他们就走了。这是老师。是啊。对啊，还是家人。你是说他不是教练啊？在他们后面，离那两个远一点，走了。
你是刹车跑去靠墙是不是？然后就撞一下，然后这边手这边都现在都撞到很痛。嗯。好硬的。很硬啊！我刚在这里搓。有点红红，很硬。我们期待等一下，因为烧鹅山是面对太阳，所以它那里应该表面有被晒软一点。然后我是想说，等一下可能都是滑烧鹅山，期待是这样。没有了，还可以哈。不想滑了，去烧鹅山了，要冲过那个桥哦。那就过去吧，稍微切到中间一点，然后加速过桥这样。嗯，对啊，很热。这边向阳面，大家是不是都冲过来这边？这边比较软一点的，去烧耳山。那里有画我空明呢，现在才发现。我空明，还加两个惊叹号。应该说这里滑的人数跟那里滑的人数差不多，但是那里有三排，这里只有一排。哦，両方開けたらって言ったら忘れた。でも、今終わったら GS の時に言われたよ。そうやね。GS の時だから言ってる。食べてたよ。うん。
又被有人卡住了。鸡呀鸡呀，那里有条小溪。有种哦，那些爱耍帅又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的snowboard 碰到这种就躲起来了，只有松雪时逞凶斗狠。但是我的走后方是松雪吧，也不是带错，还是他就只带了这个来。快十点了。可以以后查清楚再来吗？天气不好，我们也放弃。那你是说来不及了，另外一点？对啊，那个是四天前可退。然后我不就跟你讲说，哦，我发现 Akinet 是我们被挡。然后那当下定下去，后来就后来有看到，定完了第二天就看到，嗯，对啊。也要看下雨就早点取消。应该是说暖气团，而且是全国性的，因为暖气团这种你不可能有侥幸。以前的话，你看到下雨，但是那个是山下下雨，山上下雪，那种不是暖气团的下雨，那种是封面型的吧，就是下半部暖，上半部冷。然后这种你看会起雾的。看到雪板了，看到雪板。有啊，还是有啊。当然是活得好好的，他们平下也是可以的，还想跳一跳，他觉得无聊想跳一跳。哎，这个是牛首型的，
对，这是扭手性的，他跳了一下，觉得自己很帅。这就是暖空气带水器，对啊，都是啊，我们对面看过来就是这个样子。不会啦，这边太阳晒很痛，吓到了。嗯，回去可以看吗？嗯，因为你还是倚靠着那个，倚靠着，因为你还是躲山上的那种刹车吧。蹲低一点，头朝前一点，一样的刹车，但是身体朝前一点，会很好刹。你看我是几乎这样子下来，你是这样这样，这块应该好一点的啦。声音还是一样。耶，声音差不多，但是表面软一点点，但表面只有0.3公分，软一点点而已。刚刚那一边的是表面那个面条，后来回头看，我这样刮过去，面条还在。那个是硬面条哎。有没有声音不一样？这边。等一下要加速，知道哈？前面稍微往左的地方就要加速了。这里。上面有人，怎么了？他笑，是认得的人吗？笑嘻嘻。坐好，坐满。他还是笑嘻嘻，工作得很快乐的。
有信心，他适合去夏威夷，他带个八千就好。这里是土啊，对啊，很可怜哎。亲切啊，你没有说他很亲切。是啊，是啊。好土，好惨哦。对啊，这里很薄哎。不过话说回来 ，Family 那边的被补起来了，那一堆土被补起来，但是下午就不见得了。啊，怎么办？欸，你觉得这是脚印吗？也太深了吧。这是人的脚印吧？小的，小的。哦，小的当然也是脚印啊。而且这种硬硬的雪，小动物就喜欢出来了。好跑步吗？因为它不用多费力就可以走很远，体力消耗不一样。但是这个人类的不知道在搞什么，他是捡什么捡那么久啊？或是检查柱子啊，每天的例行工作。是这样吗？应该每天都要检查一下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还记得藏王吗？就是他从上面一路走下来，最后才开。检查一次的。不过藏王的那个就蛮 make sense 的，他在雪道上走下来就好。哦，所以他在边边嘛。对啊，这个的话要走这边。很辛苦。那今天就是多滑一次沙俄山熟悉的绿线，就是贡多拉那一条绿线，山顶滑下来兼拍照。都滑这一下，好像就差不多要吃饭了。路太硬了，好可怕哦 ！Family 好可怕哦！我撞脚背，好痛哦！我不行，我还是很弱。好吧，你说什么？往前，往前，然后，你要回想一下，你以前用八字怎么杀的？你用八字杀，但是一只脚重，一只脚轻。不，我现在不要求你转板，我现在是有点像 Sherry 的那种，先这样再收回来的练习。你先一只脚，一只脚有那种转弯，好不好？对，是转弯。刹车啊，你刚刚是刹车。我身体朝前，只有这只这样，但是我身体往这边移动的话，这只脚会提供摩擦力，就这样就好了。而且是轮流左刹右刹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只要这么窄。下面走的好厉害。嗯，对啊，你只要这么窄，你就可以前进了。但是依照你那个沙法，又朝山上的话，你要这么宽，你才有办法停下来。他们就那一家人，不，两个大的都是男的，听起来是有年纪的呢，还是爷爷带孙子？没有吧，应该两个都是年纪大的。对。刚我看有一个回头是比较老的。对啊，我从我旁边过去了的是比较老的。啊，是啊。那就是矮矮的，反而不是小孩，是爷爷。是啊，是奶奶吧。哦，那也可能还是一家人啊，只是我们想象的辈分反过来了。你有觉得里面有小孩吗？我只是觉得里面是不是都是年纪大的。是哦。对啊，真的穿上雪滑雪服真的分不出来。像之前在富良野的山顶的厕所，我就看有个矮矮的，我就心里预设那是女生的，结果她就走进男生的里面了。所以这会不会是有人日本女生要露两撮毛的原因？不然人家知道。对啊，我是女生。搞，这好像是一种流行，不觉得滑雪很多女生都有露两，还要从帽子里拉两撮出来？嗯，不知道怎么拉。就拉。我不是长头发，我无法想象。就这样，像我这有洞，就这样拉两撮出来，一直拉两撮、啊。后面有人还是前面有人那个的？话说回来，有一种男生不是满脸大胡子吗？然后他就不戴脖围，就这样滑了。
那不沾的都是雪吗？对，我要讲的就是没雪的时候还不错，有雪的时候就沾满了。不过沾满了它也没擦。你到时候等会就湿的啊。他进去之前要把它抖干净就好了。对啊，还抖干净。抖啊，不然打他脸出去憋两下就干净了。好像还是随时要停车的感觉。刚刚 family 那边呢、啊，就是三个人，然后穿 ski 的，然后你在拍完照爬过来的时候，我看着那边，结果有一个人就噗，接着就摔倒了。对啊，我也常常紧张就会交叉、啊。而且他是下缆车的时候，最后被压住那个，突然间就脱板了，然后他就摔下来了。然后那个关缆车的就把他按停了，就把他扶起来。好多人逗留在那。因为四个应该都是厉害的吧？不知道，那练很久。对啊。爬了之前。他们就走了。啊！你要这样走，还要推几下呢？我就说这里有晒过的啊，好啊，去搭拱多拉吧。这时候就可以练这个了。不用特意，就是轮流刹车的感觉就好了。轮流刹，但是上半身不要动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说今天主力滑这里啊。对啊，说飞尾上够快了。好。而且这个才停得下来，我在飞尾上刚那样转，我当然是停不下。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尽量练正头一点的。那我就不正常。你刚刚最后一刹，你还是那样子刹。你刚刚最后一刹，你还是朝这边刹。就要停下来。没有，就要停下来，你尽量试着压这只脚。尽量了，尽量。好，滑去拱多兰啊。这样就停下来了。那一下的时候，我可以完全停下来。我就不行哎。这只脚可以重心再放多一点。把你另外一只脚抬起来，对，他就摔倒了。好了，不要勉强，但是要诀是这样。然后现在想刹车的话，刹，完全停，停了，停了，停下来，这只滑一点点，比你刚好很多。啊，走吧，随便你滑。
好，你有没有想尿尿？啊？现在有没有想尿尿？没有。好吧，走。
口罩里有水，奇怪。登机呀。我们说应该是水汽啊，但是现在是水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没有被要求跟他一起。那这样子，我等他换方向，会被我会被晒吧？没有，太阳被埋起来了。过来。太阳被埋起来了，被云埋起来了。可以过来。你看，看那边风景比较好啊。好啦，你回去啊。没关系啊，先坐过来，等拉高了再坐过去。凉凉了。欸，这个小的要开，好可怕！我又忘记开了啦。哦，没有认真记录。那现在怎样？八二三。嗯啊。我连到死的 WiFi。王子的吧？刚刚连到的，现在就没了。我还是那个。手机都快把我嘴巴压扁。拿下口罩甩干一点，都是水啊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一直在讲话吗？糟了，太阳的威力消失了。这是哪条路？这怎么看起来逆往上一点？嗯嗯，这是要切过去东莞的路吗？但是不应该吐那么高啊。有啊，吐蛮高的。没有，吐一点点吧。就是这个右边这边，要推一推，还是？高。那个肺炎刚开始，想赚钱哦，防疫保单哦。现在应该都没了吧？都领光了吧？嗯，去团云雾。Family 都看不到。对啊，盖住 Family 啊。好怪啊！那就表示，就算不是瑕疵品，最后脸还是会消失。但是它有它的效果，因为它是羽绒的，你知道它是羽绒的吗？它真的是羽绒衣。那就很有用了。对啊，他就帮他穿衣服啊，所以他滑雪他有衣服穿。就后来手机就没有这样掉电了。你那个，哎呦，上山顶应该还是拍得到吧？有啊，现在就拍得到这个高度啊。但是以前我们在山顶拍都会可以拍得到飞马里，现在拍不到飞马里。就故意拍一张这种。云海侵蚀到山之内的。飘过去啊，有那个
那边雪好可怕、哦，好多、哦，晒死我了，晃晃伤了。这边是，嗯，放一个，就是雪板就抄上去，然后就啪，然后掉了一个板，嗯，然后热热热，这里很多馒头哎、欸，真可怕。馒头路又硬，太可怕了。他们什么时候雪才会好一点？晒到太阳以后吗？晒得来得及吗？现在太阳又不见了，所以没救了。今天就这么冰，是吗？所以刚刚烧了山滑的高兴的那个，不知道是不是要硬起来了？会吗？应该软的时候，很多人刮过那个浮在表层的那些都还在，所以太阳消失以后应该也还在，只要他们不会被黏在一起变雪球就可以了。富良野那好容易有云海，你不觉得？因为它凹的那一层会不会经常性的热热的，热热带感？今天的云海比以前飞过的更厉害，有一团在，因为满到这里来了。搞不好下面没有，也有哎、欸，一路到远远的都是。对啊，搞不好连龙王都看不到。我们如果去那个平常拍照的地方，上面一次，下面一次，什么意思？拍照的地方有两个地方、啊嗯、上面拍一次，下面拍一次，然后还切得回去吗？还切得回去啊，因为切的地方其实是在刚刚那个缆车下面的地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很累，那我要推很久，还是不要，可以再拍做一次这个就可以走跟昨天一样的路了。你说就去奥之河不是吧？没有啊，可以滑一次，可以滑一次东边那边，不过东边那边其实也还好，就是现在要我花那里，我觉得都还好。我不断精进我的刹车技术。我不行的，我这技滑的好烂我这技术滑的很烂。嗯，脚痛啊。一开始是脚痛，脚好了也滑的很烂。你就差一个契机，我那个腰往前在那边扭啊扭的，我也是扭了好一阵之后才突然领悟，嗯，我的脚可以转动了，所以在绿线我就可以转来转去了。我是说脚转来转去。我屁股有扭吗？没有，我是屁股。温度计，一度，三度，三度，我要扣帽子。现在往左还是往右？往左啊，应该滑一次这个啊。好了，这里。不是水黑，是土地黑吧？嗯，我有扣好啊。那我为什么觉得帽子松松的？因为你没有穿中间那一层。不是啊，我早上觉得就紧紧的、啊。这条路很熟了，不用我在你前面了吧？你走前面。对啊，这是你走前面。
什么都看不到。我说没有山，对，下面比较好，但是那先拍一张嘛，对啊，没有山可以对照。我好。这边有山才看得出来它是云海，刚刚只看到一堆云，看不到山。你这里戳戳看，很深呢。这里舒服啦，吃完饭也是来这里滑。好，你先。你一定认得出来。加速加速，直冲直冲。然后在线下面是最好的，不过这里也可以拍，就是。对，这里只是拍一张拍牌子，然后下面才是最好的点，大概在那里。我每次都是这样子啊。好，下去了。然后在树的左边再一张，每次都是这样。我要在你哪边？就是我这个地方啊，我要下去了，你用我这个位置。树的左边是最开阔的那一段。
那到底要不要切，还是就去做原来的工作啊？就算了。上面切比较容易，下面切比较难一点。滑回去啊，滑回去刚刚的工作了。好啊。再滑一次啊。好。滑到这边太低了。我知道可以过去，但那个路有几个。对啊，好，那就再来一次吧。不然还有个方法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就是身体往前微微这样子的时候啊。你口袋没有关哦，没关系哈。哪一个？这个。右边吗？嗯。我摸摸看。怎么会没有关呢？里面的东西是没掉了。是放了什么？酒精跟血票夹。就是往前这样子的时候，其实在这绿线很轻松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所以轮流用左边刹跟右边刹而已嘛，但是在用左边刹的时候啊，那时候重心会大概这样，这只脚会松松的，所以姿势会有点像是爬楼梯这个感觉，这只脚是弯的，就有点像这样子滑。然后接着换这只脚刹的时候，会有点像是这样子，有点像这样子，就松松的而已，那就有点像是左右脚轮流这样子就可以刹了。不是要完全刹哦，是大概是这样，弯腰往前这样。可以先抬一下，抬一下有助于另外一只脚弯。像你看我这样子，是另外一只脚偷抬一下，这样子偷抬一下，这样。偷抬。你很快的时候有时间在那边偷抬吗？啊，很快的时候你很快的时候还是可以，但是重心要对。好啦，走吧。你刚刚是不是有试着重心朝前啊？好像有欸，我刚看到好像有，你有这样做吗？有没有觉得刹得比较稳一点？不知道，有一个脚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好，重点不在于说这个姿势一开始就想试着用那个姿势停下来哦，只是想用这个姿势让自己稍微慢一点点，只要有这个感觉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只是一直持续做，最后就会突然间觉得，嗯，好像可以用这姿势来刹车。好，我跟在你后面。
有有。你习惯性的最后那一下，你还是会用旧的方法，不过没关系啦。等你新的方法觉得越来越习惯以后，再试试看能不能用那个东方法停下来。现在不求用那个方法停下来。对，好，走吧。不要冲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也不用特别冲了，就是人还真的很多了。你先走啊，不然我会比你快太多了。
到东莞有多挤，搞不好千辛万苦切过去，那里也是一样挤。这条整条滑下来蛮舒服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一过，大概太阳又更上来一点了，所以我坐这里不会被晒到。他们带了什么扇子吗？他们没穿高跟鞋，然后坐在高跟鞋。男野身高比较矮一点，他需要穿高跟鞋，他比较看不到，不会被前排挡到。啊，他们都在福冈吗？对啊，他们都去福冈啊。哦。哎、欸，结果昨天如何？没有人要让他，又被别人买走了啊！被别人买走了。嗯，拦截。这个时候有个有力的面焦点是很重要的。那他就说，但是我是说，说的他人就在那个人没有买到啊。对啊，问题是那个蛋这么大，另外一个人要是聪明点，他就说我在什么什么店的哪里什么什么。然后他的那个店刚好跟卖主又很接近的话，那就成交了。然后如果他说某某店，结果卖主在另外半圈以外，那就有点会不想卖他这样，因为他绕半圈。哎，更浓了，但是拍不出是云海，只拍得出是雾。一整团。那个层次已经模糊掉了。所以你头没戴不会冷的。不会，今天这种天气都还好。我记得我刚被冷的，然后又摔着，然后全身发热，现在都还好。嗯。身体自动开暖气，但是我也不敢不穿中层，嗯，怕会冷，因为我这个毕竟只有一层皮呀。嗯，我就是真的靠这个外套在打。我要去 Phoenix 看看这家，那是 Outlet， 但觉得还是太贵。就自从有了那个标错价以后，就想要买标错价，哪有那么好的事？哎、欸，你是那里买的吗？我是楼下买的、啊、，Phoenix Hotel。我只记得有去逛，但是因为我本来就想买一件素色的，因为我裤子颜色太花了，我买。但是我忘了你为什么那个时候决定要买。因为我本来就想要啊，然后打折啊。只有七八折之类的吗？六折吗？那感觉不错呢。就是，哎、欸，因为它原本原价贵啊。
那还是贵贵。这样，有个层次了，现在看得到层次，就是一层。这样给代表了。今天他2月要去跑那个金门的马半马吧，他跑半马。我还没去过金门呢。哇，我好像我们只有去过澎湖。猜了，他这个改革都是为了外国人，对不对？因为外国人念不出来。唐松是什么鬼东西？这样。然后你看，我们还记得那些叫原来叫什么名字吗？记不住啊，但是你跟我讲 A B C 违反，你多看学场地图可能比较好看。看起来从东边开始是 A。还好我昨天有跟你说。那個、我高高看没有看到下面那条路、欸，一看到那条路，觉得就是那条路，然后又走错了，昨天就要迟到，不过迟到好像也还好。那只是打勾，结果还是没办法。这是11点开始，总该不会给我那个吧？11点半开始。哎呦呼，可以吃面面，吃面面。我还没有饿哎、欸，糟糕，活动更多了。现在才几点？今天绝对不盛饭。啊？绝对晚餐绝对不盛饭。哦。要盛白饭。一小时后就要吃。因为那个栗子饭很。没有没有。但是我觉得它。我觉得连饭都不用盛。我觉得它很好吃，它味道很好。是还不错。给我撒点糖，应该就更好。它什么库里哈库里哈马还不是？我忘了那个字怎么念。我说那是饭吗？他说是啊是啊。我吃完了还吃得下，我就跟他咬一口来吃。我觉得好吃。吃不下。对啊，昨天晚上吃到可爱。忘了带雪镜下去再带了。那这次要走左边的。要切了，要切了。可以坐一次，时间还够吗？时间还够。如果因为这样切过去，你不管有没有坐那段缆车，其实滑的就已经是这一道了。自己觉得不要坐。对对对，我觉得。气温还是3度啊？还是3度啊？他没有被太阳晒。我要先带雪镜才能走过去。
有啊，坐这个缆车就会走这边下来啊。然后下去的左半边就是飞鸭雪区，就是我们体验过松雪的地方。对啊。好，不要，我现在不要。对啊，现在我也不要。那里已经没有松雪了，只是没压过而已。觉得奥林匹克应该不大行吧？很陡啊，很冰吗？不知道，应该不至于是冰，应该是乱七八糟。鹤底要不要下去啊？要啊。我是说，你要先去奥智鹤还是？奥智鹤哦。还是哪里去？这里滑两次好了。两次。怕吃不下那么多啊，滑一滑。坐一次这个缆车的，怎样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你有没有在看？哎，我刚刚没看，我先下去，我先下去好了。我真下去，我下到那边再回头看，下到有了两个人坐的地方，还是我帮你录起来？用录的啊，录的比看的好。那我去那边了。这里应该算轻松的吧。我没有开始录，我想等那两个人走。不过你开始滑，我就开始录了，所以没关系。不会不会，你有上半身矫正的倾向了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而且这一段你不觉得轻松吗？嗯，还好。对啊，整段都轻松。
我不记得要走右边还是左边呢、欸？好像是走左边会有悬崖，走右边不会有悬崖。对，你先还是我先？那你先好了。还是这边才是悬崖，这边好像是哎、欸，但对我们来讲应该没什么啦。一样多人，一咻一咻，滑过去了，这次就滑过去了。对啊，切那里。一咻。结论是一样多，我猜奥智赫也一样多。对啊。里面
够够卡列岛了，怎么变这个了？应该是倒了吧？对啊，我可以换了一家了吧？这本来就四个了。一个被塞过去，那至少少一个。啊，他把他的塞上去了。啊，这里面八人哦，哎。啊，嗨。耶。勾到你的头下去了，常常都这样放。那那平着放，平着放。这样可以吧？哎，他真的对我们比较好吗？没有，是刚好没有人上来而已。因为他刚刚两个人，他叫大家都上前面那一车。因为他们同伴啊。哪有红色这样同伴哦？两个红的、啊，那我两个红的是一起的、啊。他、啊、每次都可以散热一下。很好，嗯，我想想看，好像坐哪边都一样。我这巴士回来的时候啊，会先经过这个拱多尔站，再经过南管的拱多尔站，但是我猜不管从这边上，或者是从那边上，都要爬一层楼，然后也都要排队。但是从那边上的话，你还要走过停车场，所以我才走这边比较近。你是说回来的时候，巴士从这里下？对，我想从这边下就好。这个就是在旁边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吧，我不知道巴士站，我不知道。会不会我估错？我觉得我 stop 离那个有段距离，应该不会那么长。这边有雪崩预报吗？这边都有雪崩预报，但是跟雪场无关啊。只要是之前有下大雪，然后之后温度高，温度很暖。他就都会发雪崩预报。我的是充电吗？有，他就是插电符号啊。好，好。还是说，其实他不是充电，他一直在用行动电源的能力在录。真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他维持这个插头已经很久了，1小时46分。你的怎么中？哦，没事，没有，你的怎么中间有个圆形啊？你是镜头。什么叫中间有没有？没有，我突然没有发现你的镜头在哪一边。这土，这个这条路中间有土。我们刚是走这条吗？嗯，不是吧？很陡的那条，不是这条。不是这条，哎，好像是这条啊。啊，是这条，是这条。我们刚就走这条。还好，还好。我很丑吗？没有。就我蹲很低。蹲很低是对的，我现在是后座了。蹲很低，然后先感到蹲很低的安心感，接着在蹲很低的时候再想办法把身体朝前凹。对，我蹲很低脚没有酸耶，不会像以前的半蹲式脚很酸。那是因为我们的大腿已经很有力了。还有就是重心越对， 蹲低就越不用花力气，因为你往后的话，这样子的话蹲低啊，蹲啊！他说他滑黑的，他蹲得很低，他脚右脚小腿很酸。我说不会蹲很低吧？我说你会不会变半蹲，所以小腿才会很酸啊？是啊，哎，还有就是小腿酸也是个好现象，因为正常来讲蹲低的时候啊，蹲低的时候是大腿在酸，然后会想要收小腿的话，
就是有一种想要把板往后往后丢的那种感觉。爱心车，下对面的，就是在滑到有一段有一种状况之下，就会开始。因为我在问他说吸鞋穿怎么样，他说小腿。小腿怎样？很痛。哦，你是说、啊？因为我穿鞋都比较不会小腿痛，就是前面袜子怎样怎样弄不舒服啊，痛这样。所以我就想说，他是不是半蹲的？有一阵我也觉得那个小腿比较痛啊，那些都跟姿势有关系。又要小赶路，又要赶路吗？对，要小赶路啊。10:50，还要坐一次拱多啦，再滑下去。大概在5个柱子吧，我觉得。1、2、3，这一段还记得吧？就是左边奥林匹克，右边我们刚下的。那边没有鸭血区，被人挖出馒头了。哦。对啊。感觉它还是硬的啊。当然是硬的啊。没有松松雪了。它只是不整。没得玩兔子跳了。不，它只是不整地啊。在苗场有机会你就没有事，因为你头晕。头很晕哎、欸，然后头晕到想吐很难过。嗯，好了，准备了，再3根柱子。对，卡住我，把你压住。这2根柱子。再4根柱子，好像云少一点了，现在 memory 就看不见。哎、欸，撤了撤了，好了，带起来，就跟刚滑的一样的路，很安心。够多了，我可能够多了。他现在什么奥智赫十哥粉雪？讲不出来。那谁今天不是？今天不粉。今年会不会其实3月都很惨、啊？所以呢，我状况不好就不要去了嘛。嗯。哈哈，水城这样滑也好无聊、哦。嗯。哈哈。对啊，我就是这么打算。我觉得2月那样子一轮回来。不过我们现在是2月。1月26会先去试试看康泽那个好不好？你除了吃跟按摩的话，你愿意的话？你到底有打电话去约吗？也没有。还没有、欸、你没打电话，你哪来的按摩啊？那就拜托你了。那没瞎下。你不是很会预约吗？我的名字很不好念。那个都在吗？完了要赶路了。一开始很犹豫，多滑了一下。现在多滑。就是跟昨天一模一样的走法。要切奥智赫那条路啊！
会累吗？不会。那走了。二分之一开始加速，下到一半开始要加速，一半就要加速哦，或者是三分之一。好，走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硬啊！对啊，这边比较硬。那我要志贺雪场了吗？啊？我现在这边是要志贺了吗？是啊，你要 check in 了，好、啊。为什么这样会有点喘？啊？为什么会有点喘？不知道。看他，网路。能动，它才有办法过。这里是不是信号不好？还好，还好。那就可以。然后，真刚刚最高时速我在59，上。急急忙忙冲的时候，这里还可以啊。表面虽然硬了一点，但是可以戳得进去。刚刚下来的路就感觉很恐怖啊。哪边下来的路？刚刚来的路。二分之一、三分之一很冲哦，那个三分之一比较硬了点，昨天也是硬了点，硬哦。好，走了，你知道怎么走哈？就是那条转路。对啊，对啊。
二十分钟，又要叽里叽里了，叽里叽里啊，十五分钟滑过去，好啦，应该是准时。野泽，通吗？好像不通哎、欸。夏天肯定可以，冬天不知道行不行。停车场的话，请注意。停车场在哪？在那看到了。所以你看，三个拱多啦，都差不多时间，差不多排队。英文今天硬学，请注意。看它滑就好了。不知道这边的红 O 不 OK？我是担心绿，我很硬，我也会怕。所以那个地方你要走大的山。大的是走大山。嗯。小的是走大的是蛮宽的。那今天下大的。还有呀。小的那边吗？没有，大的跟小的都一样。那我
因为在更左边啊，在更左边。你觉得晒不到？对啊，我怀疑啊。上半部就可以，上半部就可以体会到。要是上半部我看一看，我可能还是选择走小路。大的视野可以啦，就是放给他滑就对了。好啊，那无论如何走大的试试看。现在是那边的温度是说3度，三度也不应该这么硬啊。但是压雪车可能半夜在跑，然后压好了地气了。对，然后半夜可能是零下，然后半夜结成冰，但是那也太硬了。太硬了。奇怪。声音，我觉得声音就很不舒服。我还第一次碰到那种那个面条雪硬到是面条冰。刮过去竟然没办法破坏它的形状，蛮惊讶的。而且现在后脑觉得有点冷，我都包起来，那不就表示这里比较冷吗？啊，不会更硬吧？对啊，我就是在想，就很硬了。对啊，这边确实比较硬。那所以滑一次就回家了。没有啊，现在只是为了滑去吃东西啊，没有说要说要再滑。有啦，本来是想说要不要下午滑一次看看，我觉得应该用不到，再滑滑看再说嘛。对啊，我现在先猜啊，在吃饭前就可以决定下午要不要滑了。本来是说那个下午滑完再去坐巴士，现在可能先坐巴士。我把薄围罩起来心情一路冲，也是怕迟到。今天是算有优吧。我好像看到Phoenix。
起来很高雅。高雅。什么夏天音乐会、嗯，还有什么读书会什么的。然后昨天看到他旁边还有高尔夫球场，之前不知道。但是因为啊，那个巴士最远就到奥兹赫了，所以我怀疑会有可以再到你说可以到其他的雪场，我猜是没有在。他今天左边这个大大的头花看吗？你说什么？左边这个大大的头花。什么叫左边这大大的？左边这个。这个。没有、欸，那个就是上面了、啊，那就是回王子的路啊，那只是绿线，没什么好玩的。我都拿好了，来看温度计。只剩十分钟哎。没有看到温度计，有吗？三度。又只剩十分钟哎，我刚刚就看到时钟了。我现在看觉得这个坡度我已经觉得还好了呢，我现在看这个坡度以前会怕的，现在觉得还好，那我就下咯。你要走？
嘻嘻，我看二七分，所以我们七分钟就可以到了。一宿，你都山顶下来。一宿，那不是山顶，贡多拉下来。哦。而且是你就可以到了。就算是你，也只要花七分钟。啊？什么掉了？喷水，小心了。